首先这个按进去，扭到左边和右边的可以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就开始装，就可以装智力了。这个智力呢，一定要放平。放平。这里一定要挨紧一点的，不要留着有空隙。来，等一下再跟你说。那个接下来。这个螺丝呢是扭紧的，一般都是用来扭紧这个加紧这个智力的。这到最后呢还要放一个这个应该不算智力，应该用来加紧这些智力的一个零件。就是放跟这个平的，要就这样就可以了，把那个螺丝扭紧，加点智力就可以了。这样了。